爸，啊，怎么打那样了？哪儿难受？哪有难受？哪儿也不难受，怎么打那样了？困。不对吧？嗯，拿回来了。哎呀，您这怎么意思啊？这不行，我再给您看看啊，我再给您看看。来，大夫，我不打针。别害怕啊。嗯嗯，不用害怕。那你轻了点呢。别害怕，不用害怕。啊，嗯，那个嘛，你咳嗽一声，完了，不是，检查完了，吓我一大跳。我跟您说啊，从这化验单里看啊，您是典型的那个三高症。嗯，哪三高呢？一个是您血压高，血脂高，胆固醇高。您把您现在全部的感觉，您给我说说。都有嘛症状？嗨，就是有时候头点晕，手脚都发麻。你算呢？我连那泥人我都捏不了了。完了。啊？不是，您说完了。杨广，这老爷这病怎么弄的？你给我说清了，给我说全了。猴哥，这您知道，我们家小时候过去生活条件困难，是吃嘛嘛没有。嗯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嘛吃的都有。我爸他不忌口啊，得嘛吃嘛。嗯，吃这病不一天两天了。嗯，我早就想让他来，他就是不来，一直渗到现在，渗到现在才来。完了。不是，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那我再说两句，杨叔，您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您得改呀。怎么改呀？光吃素不吃肉，明白吗？侯大夫。我爸就是爱吃肉啊，顿顿离不开肉。完了，不是又说完了？您这完了完了是干嘛啊？不是，我这口头语就这样。病人就怕你听你们大夫这种口头语。那我下回注意啊，我还得劝您两句啊。您这个病啊，都是从嘴上吃的。你看我这么瘦，我至于吗？得病啊，不在胖瘦。您看我胖吗？我也三高。完了。哎，学我干嘛？那您侯大夫平时您都吃嘛呢？吃素啊，不吃肉。那瘦得了吗？瘦不了也得瘦。我在家一提吃肉，你嫂子就跟我干。我们家炒菜啊，一丁点肉都没有。侯明大夫太好了。您是大夫啊，赶紧跟我爸说说，要不然他不信。千万别不信，杨叔，我跟您说啊，一定要相信科学，相信知识，相信我们大夫。您知道有个李时珍吧，在那个《本草纲目》里啊，他说的特别好，他说嘛了呢？这个食以素为先，病从荤中来。吃素啊，吃素好。要想人长寿，千万莫吃肉，鸡鸭鱼肉好多了受不了，硬要吃下去保证撑坏了，贪了闲了了，别人替不了啊。啊，完了。我认为他说的话也不是绝对的，平常你说吃点肉有什么关系啊？您给我打住啊！您多大岁数您知道吗？您还拿您自己当小孩啊？我告诉您，从现在开始您就得吃素，不许吃肉。喂，姐，咱爸没嘛事儿，就是没出息。我至于那没出息吗？
个有日子没吃肉了。哪儿啊？才一礼拜。我老人七年没动荤腥。我弄一个那个。嗯。我是，你看我这不吃的是草吗？这不是，不是草，您老，这都是绿色食品。你看这个，这香干啊，这个豆嘛的，特意给您加点豆料。你拿我当牲口是怎么着啊？有黑豆吗？您要想吃的话，明儿我给您买去。没事儿，想吃嘛都没问题，就是不能吃这肉。宝贝儿，我少吃点不行。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一点都不行啊！一定要坚持，贵在坚持。对付您这三高症，就得吃素，多吃这粗粮。一定要相信知识，相信科学，爸爸。那本草纲目上李时珍说的话多好啊！头一句就是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”。食以素为先呢，病从荤中来。要想人长寿，一辈子不吃肉，嘎噔一下子把肉不吃了。你怎么不嘎噔一下呢？您把我脚给砸了，这是。我不是没病吗，爸爸？说实在，你小时候我最疼的就是你呀、啊。咱家里那时候生活多困难，我兜里仅有2块钱，那时候也当然你小。我给你买了1.8块钱的猪头肉，你就在那儿坐着吃，我在旁边看着。你吃了，我认为比我吃的还高兴呢。回家你妈骂我一顿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就为了你，那么到现在我就不行呢啊？爸爸，您别说了，我知道您最疼我。不行，你绝对我白忙活了我。撂下，爸，您这么大岁数，您也太不检点了吧？就你倒霉孩子，你就坏吧你！就真把我饿死，哎，你又找不着苦主，没这么严重啊！您再坚持几天，不就挺过去了吗？对，对，用不了2天我就挺过去。爸，您快别这么说啊！您说我哪点不疼您？我哪点不依着您？您说您需要黑豆、我老早就去早市给您买去了。为了做这个菜，我问了好多的厨师，人家都说不会。后来问了一个养牲口的，他说不麻烦，直接拌在饭里就得了。走。爸，吃饭了。哎呀妈，你这手艺太好了，你看这菜都是肘子味儿。哪有肘子？哪有？您别瞎想，别老想这事儿啊。我还要问你呢，我这也是不吃肉，怎么你也不吃肉呢？我能吃肉吗？我这吃肉，让您这吃素菜，让您看着，像话吗？那个，你还是够疼我的。又老这出啊，也够呛。行了吧，您快，
我发现您现在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现在不是挑理您吗？您这三高症怎么得的？不就是吃出来的吗？前天让您吃肉，那不就把您害了吗？我认为你现在就害我。你害我，一会儿我给你姐打电话，让她过来看看。你们这虐待老人，知道吗？你打吧，你现在就打。我姐要来了，这俩菜都没有，您全是这个。合着你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害我？阳光，阳光，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我有点闹肚子。嘿，你这病啊，说来就来，着凉了吧？不凉，温乎的。啊，不是，我呀，我没事儿，一会儿我就好了。嘿。宝贝儿啊，好了吗？肚子还疼吗？我肚子不疼，就是有点难受。哦，嗯，那没搁盐，我就纳情闷儿啊！你脑肚子怎么一嘴的肉渣子呢？啊，我上吐下泻。阳光，阳光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上班别晚了，起来。我真难受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吧。你倒霉孩子，我这脑袋里呀跟豆腐脑似的，这胳膊还有点麻。啊，坏了。跟我前些日子那症状一样啊。哎呀。杨叔，您我给您的药您都吃了吗？一点都没含糊，都吃了，都吃了，不对呀、啊，都吃了，您这各项指标怎么越来越高呢？不会吧？我就按你说的，我天天吃素，吃的哎，我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不能啊，侯大夫，哎，您看错了，怎么了？这是阳光的，下边那才是我爸的呢。哎呦呦，嗨，你看看，你看我这眼神，我说我开那药不能没效嘛，对不对？怨的了，杨叔，嗯，您没事了，您挺好啊，嗯，哎，杨光，您都吃饭了？您这个各项指标怎么都高？凡是您不让我爸吃那个，我都给解决了。哎，那谁，杨叔，嗯，我上回给您开那药家还有吗？有。还好些个呢，好些个呢。嗯，别吃了，您好了，嗯，把那药都转到他那边去，让他吃。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啊？你干嘛？你得了三高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我怎么吃？我怎么吃？你怎么吃？你来点粗粮吧，这玩意儿治三高。爸，侯大夫不是说了吗？让您该增加点营养了。嘿，还是我闺女疼我呀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多月了没怎么吃过。爸，咱家有黑豆吗？就你上回给我买的黑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部分。逮着了，阳光，你这干嘛呢？这天儿太热，我怕它坏了，我闻闻呢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想吃肉了吧？
爸，我求求您，您让我吃一块行？不行，瞧你这出息，再停两天不就过去了吗？我估计我连今儿晚上我都挺不过去了。我看你啊，我不信。吃点粗粮，粗的，哎，专吃三高啊！爸，您炒这菜怎么也是肘子味儿的呢？别胡思乱想的啊，快快吃，快吃！胡思想嘛？哎，这两天怎么您也不吃肉了呢？你想啊，我光吃肉，让你吃这，那合适吗？还是您疼我呀，这老吃这个我也不行啊。这个你这孩子，人在福中不知福吗？你三高哪来的？不就吃出来的吗？我这是调理你，再吃肉我那是害你。您要这么对待我，我给我姐姐打电话啊，我就说您要虐待我。你把他叫来，赶紧叫来，他要来了，宝贝儿，这都没了，光是这个。爸，那干嘛呢？跟你一样闹肚子。您这病说来就来，是不是凉？有点温和。爸，您这肚子还疼吗？有点难受呢。咸了，这倒霉人。你看，你就吃点素就行了，是吗？你就吃这个。没锁门呢，敲嘛进来吧。杨叔，吃饭了？这鞋呗。啊，今儿礼拜天儿，我路过这门口，我说进来看看您。谢谢猴哥，快坐下。猴哥坐。哎，吃饭了。哎，好。哎，猴哥，哎，还没吃的吧？我不急。不急，到底是吃了没吃啊？不急，肯定是吃完了。没有，哦，没吃啊？没吃。坐下一块吃，咱哥俩喝杯啤酒。好，哪你喝？你吃你的素菜吧。要喝也我们俩人喝呀。找你什么事儿啊？给猴哥。不用。他还带着筷子来着。啊，这有时候啊，我们工作忙，不知道走哪儿干什么。行，来一块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我们爷俩都让您给治成这样了，您还客气嘛呀？对，你们爷俩一定要吃素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家里头要动一口荤腥，你嫂子能给我打的呀，狗脑能打出人脑子来。哎，我嫂这么厉害？可不嘛，都摊上了。您多长时间没吃肉了？6个月20多天了。快7个月了。可不嘛，你也不出去，这个就是偷着吃两口嘛。不行啊，
告诉你啊，人呐就得自觉，知道吗？对自个儿得负责任。你这什么？猴哥啊，我出来进去上下班，我爸他老盯着我，一口我都吃不了。这就对了，杨叔，那个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当初我在医院里头见你们爷儿俩，你们爷儿俩那脸色儿嘛颜色儿？嘛色儿？青的。你看看你们爷儿俩现在嘛颜色儿？我们现在是嘛色儿？你自己瞧啊。绿的，多正啊！杨叔，这是嘛呀？哎，那个，这我吃剩下的。哎，杨叔，您跟我还客气啊？我从小您看我长起来的，您干嘛呢？这是，这个，我替您二位打扫了吧。这谁吃的？我不是告你们了，不要吃这，不要吃这个呀！你怎么还吃这个呀？猴哥，你可冤枉了，我可一口都没吃，一口没吃，这是谁的？我吃的。杨叔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一定要吃素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，你指这次嘛，这个高胆固醇，您这吃下去嘛后果吗？轻者脑梗，重者呀怎么样？跟好人一样啊？不可能。您看这是嘛？你指这嘛？肘子。肘子，您知道吃下嘛后果？轻者脑梗，重者呀怎么的？跟好人一样啊？那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我跟您说呀，您二位一定要相信科学，相信知识，相信大夫啊。那你说你们这二那怎么办呢？那干脆扔了就完了吧。扔了糟的东西啊。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说了，知道吗？有塑料袋吗？电视剧呢？看电视剧怎么了？那搂搂抱抱的我都看不下去啊。现在不都是这个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爸原来不爱看这个，爱看动物世界，动物的。他现在看这个，证明他脑子有变化，有想法了。有嘛变化想法？去，摘韭菜去。阳光，阳光，哎，你们俩把这给我拿出亮亮去。姐，怪了，咱爸现在捏泥人，怎么老捏着女的呢？哎，全是长头发的哈。你说他这是嘛意思？喜欢呗。姐，咱别老关心他的吃喝问题，咱应该注意他的心理变化。老爷子的心理健康，这是咱最大的对他的孝顺。阳光，李伯伯，哎，哟，李伯伯又来了。李伯伯在家吗？在了，在这呢。说着就出来了，你看看，不像话啊！怎么了？昨天一口气赢我六盘，知道他这点15分钟和1分钟两盘，怎么来一回输一回呢？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一样了？那我们是亲爷俩，怎么会不一样？老道，来，走，今天碗摆上了。今天，阳光啊，看着啊，今天我要赢你爸爸。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来吧，让你先走啊。让我先走啊？对。您赢他一回，给我们露露脸。你小子知道"讨厌"俩字怎么写吗？走。
来吧。那我就先来了啊。红前天后，当头炮。回旗吗？不回。拱卒了啊，顶点这马。哎，对，拱卒。当头炮，你为嘛不跳马呢？你我跳马干嘛呀？你不跳啊？你怕你吃亏试试？你不跳，我跳马了。这得跳，知道为嘛吗？为嘛？晚了一回。姐，哎，你看，咱爸老跟这广贵在一块待着，这待长了，哎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太多心了？咱爸这几年自己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啊，你打出门子以后，你再跟咱爸待多长时间？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他有嘛变化，我最清楚。我看他最近有点歇性。姜嘛呀？我费相行吗？费了吗？费了，那别的相眼呢？去回旗的吗？还回旗？你回两回了，这一盘棋老回旗，那还玩嘛呢？杨光，给摆摆看看，有劲没劲？这别！我拿回来行吗？我拿回来，你看逮理不饶人了，你这要算账一把。算您赢了，算您赢了。我这还有救，他给我糊弄了，你算他赢了，这叫马孩子，你受数了。那杨老汉，我与那干麦子儿铁呀。哎，姐，你听听，咱爸又唱上了。咦，您这叫唱歌吗？您这叫刀。哼，摆，有嘛了不起的？这，咱爸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要不，你跟他谈谈。没法谈呢，一谈他准翻他。那怎么办啊？咱甭理他，咱看准了就给他张罗。行。他爱乐意不乐意。听你的。阳光，阳光，哎，爸啊，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没事上鸟市溜溜去啊，学个鸟让他们配对儿。配对儿？嗯。给配公鸟还是配母鸟？废话，母鸟啊。哦，哎爸，这鸟它一人在笼子里待着，肯定特别别扭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成双成对嘛。这树上的鸟儿成了双对儿，它绿水青山，它才能带笑颜呢。黄梅戏啊。哎，爸，像我们这个都上班去了，就您一个人在笼子里，不是在家里也很别扭吧？拿我比鸟是不是？啊，拿我比鸟？不是，你不是嘛你？玩。您好，坐。哎，大姐，您又在这儿干呢？阳，阳光。对，阳光。您又上这儿来了？啊，嗨，上次你那事儿那不是落埋怨了吗？您在这儿就不怕落埋怨了？不是那个，那，你先等会儿。那就这样，哎，好吗？大姐，拜托您了。不客气，有消息我通知你啊。谢谢。哎，好。来，你坐。您这还行吧？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吗？您受累，给我做点善事儿。怎么着？找对象啊？啊。咱这不有的是吗？来，先看看这个。你看看有合适的，我给你联系联系。这都岁数太小，还有嫌岁数小的是吧？这个，
谢谢都不行，太年轻了。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还有岁数大的吗？你想要多大的？60岁以上的吧。我说你脑子有毛病是吧？你是找对象啊，还是找妈呀？我就是找妈，不是、啊、我给我爸爸找老伴儿。嗨，你看你也没说清楚啊，真是的。说说你爸的情况吧。来，你爸叫什么名字啊？杨丰年。哦，性别？男的呀。杨哥，干嘛呢？我上介绍所找对象呢。你不有对象了吗？我给老爷子，我爸找老伴儿。啊、哦，老爷子，这可是好事啊！哎，小子，你往这干嘛？我呀，我也找对象。这，你给谁找？我呀，还真寸。哎，老爷子那事儿找着了吗？摸着，这挺信儿，也是。现在这老年人找对象也算紧俏货。嗯，行，那您忙着，得我进去了。好啊。哎，杨哥，干嘛？我想起来了，嘛事儿？咱后面胡同有一贾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好。哎，贾姨。前面一拐弯那就是我们家。哦，哎，咱两家啊感情离得这么近。对对对，以后像这没事儿您就常过来。看你说的，搞对象不过来行吗？对对对，你这是假意，这人还真痛快，太痛快了。我爸那人，你爸腼腆，那不要紧，先交个朋友。这事儿啊，咱先别跟他捅破了。等以后互相有了个好印象，再说。你说呢？对对对对。哎，贾爷，那个我们家那点事儿，条子都跟您说了吧？说了，我们家俩无话不谈。杨哥，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太漂亮了。行。条子办事儿啊，就是亮嫂。对对对。再说呀，我也喜欢你们姐俩这点孝心。得嘞，这事儿越来越投缘了，成了。买卖不成，人已在。啊，咱这里还有买卖。嗨，我是说呀，成不成的咱先撂一边儿，嗯，先交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老年人呐，啊，现在我觉着就得广交朋友。我最近还学会了这个上网聊天儿，条子教我的。哎，你别说，挺有意思的。您这岁数还上网交网友去？那怕嘛的，我的原则是，聊天不见面，不高兴就下线。哦，哎，干明啊，我教你爸爸上网。那个条子说有个 QQ，OSQ， 哦，跟就反正呢，聊天以后更方便了。像您这个现代化的脑筋，我爸的脑筋呢，一代都过来了。哎，那肯定，以后啊，我还得让你爸跟我一块儿去参加那个。老年晨练队一块儿扭秧歌锻炼身体哦，让我爸跟您一块耍去，没错，耍这样才能沟通老年人的感情了。对对，哎，前面这院就是我们家。哦，哎，杨哥，嗯，贾姨，我给您带来了，嗯，我这任务完成了，剩下就看你们了。行，回头我请你喝酒啊。别客气，贾姨，我走了。条子，你放心，贾姨也不会给你栽面。哎。咱回家。哎，啊，啊，对，咱回家。来，哎，哟，您好，您好，爸，咱家来人了，就李百年在这儿啊。好，杨大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就住咱胡同口那家。对对对对，您好您好您好，找个座坐一下。姓贾。哎，行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老李，我骑友，哦，他在交通局工作。您看这样，
还是个工程师呢。听他瞎说，修马路的，修马路的。您还是个文化人，甭客气。行了，老杨，怎么？家来客了，我呀，改天再迎你。对，干完了吧？别去，别去，我刚来您就走，嫌弃我是不是？不能够，那不能够。我呀、啊，臭气老道，瞎说了，怕您笑话。那就更不能走了。怎么？我跟老杨这点像，您在那儿学学。行啊，您请坐。您您您您您请坐，您请坐。行行行。哎呦。我给您摆摆。哎，好嘞。贾姨啊，您慢慢聊着，别着急。我不着急，我一着急准输。来，当头炮，把马跳。那个，你们老哥几个下着，我给你们沏茶去啊。哎，您这儿子还真热心肠。嗯，对，随我。可比您俊多了。我小时候比他还好看。哎，这贾姨性格还不错，见面熟，跟谁都说得上来。对，老要张狂，少要文嘛。咱爸爸要跟这样老太太在一块儿，他天天乐气吧，他就。哎呀，你坐那儿，跟我学学。我坐这儿。啊，对，坐这儿。俩打一个啊，这叫。切。哎，这功夫没用啊，拿完这个你就往哪儿走啊？你呀、啊，想法把那李叔给支走，让咱爸跟贾姨单独谈谈，快去。那我也马上回来呢。不能、哎、不能耍赖嘛，那不耍赖嘛，耍赖赖，您这叫赖，来就您这水平啊，我让您个车马炮。这话我爱听。好，老哥儿，喝点茶消消愁。小叔小叔，哎，李伯伯啊，我们家楼上那鸟好几天不吃食了，您给看看去。走，我给你看看。走，别走，刚才我这招棋，你看明白了吗？这叫闷攻。明白。明白呀、啊，明白就好。记住了，下棋不能贪吃子儿。嗯，李伯伯，咱上楼吧。上楼，走，我给你看看鸟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我呀，还得教你一招呢。您瞧，还不让走。这个，就是，这个准保赢的，知道吗？这准保赢。杨大哥，杨大哥。来了，我们年轻的人千里来相会。来，这快说吧，我爱听，您就这么唱，是吗？叫我。杨大哥啊，明天早晨我来接你，可别起晚了。晚不了，哎，别忘了叫老李啊。行，明儿见。不见不散呢。好嘞，走了。对。妹妹，我昨晚转头，哥哥在岸上。杨光，咱爸也唱这歌了。我估计这事儿啊，八成了。放着花轿，抱一抱我就抱一抱，抱上了花轿，抱一抱。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还得问你点事儿呢。我那被我是不是给我扔了？爸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您那东西用那么长时间了，早就该换了。什么哪儿就该换了？我有一床就够，买两床被我干什么？这不，嗨，您就先放着去吧，早晚不得用吗？早晚得用上。
您不是说祭早不祭晚吗？祭早不祭晚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？二位相处这么长时间，老李怎么样了？我倒是没嘛意见。哦，腻了呢？我听他的。趁这么精神，您干嘛去啊？米李叔今天请我吃饭。请您吃饭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你也不至于捯饬成这样。那你不知道啊，今天那李叔跟那贾姨他们俩订婚。谁们俩订婚？你李叔跟那贾姨呀、啊。您说的这是嘛事儿？这是，这大喜的事儿啊！我认为我完成一个很光荣的任务。你想啊，一个是急脾气，一个是慢性子，他们俩这绝对合适啊。哦，这事儿是您给弄的，我的大媒呀、啊。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8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可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，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，发财了您乐，您乐，赔了钱别难过，难过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嘛事得往开头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，我的快乐生活。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8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可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，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，有钱了咱乐，咱乐，没了钱咱也乐，也乐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嘛事得往开头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